出差住酒店，错把我和陌生女同事安排在了一间屋，不知道公司能不能给我再开一间。你问了吗？ 啥意思？问你没回我，没回呢？他们两个现在，那咋今天都不能回来了？<笑>我去打电话问一下。啥？我说我打电话问我们人事部的。你去吧。你等我一下。啊？咋打电话还被人了？兄弟。 是咋回事？他原来是一个女孩，不是，原来是个男孩。我开一间房嘛，然后他们临时换成一个女孩的，你看帮我看一下，能不能再开一间呗？你问他们，他说不行。不行。嗯，因为我们这边临时换人了，人家那边管不着。 就让我们自己解决，这房子早就定了。不是，我没听明白有点。就是不行，换不了。啊，就是责任在你。不在我，责任在我们公司，但是。他让我们自己解决，现在就是。啊啊。嗯，你看咋办？我们自己，我俩解决。 你确定？我确定。你儿怎么样？什么？我人不是你，<笑>你别开玩笑。你确定换不了是吗？嗯，那这挺闹心的。那。 选呗，你是大点的还是小点的？啊！我选。哎呀，我的妈！啊！我开一间呗，我房卡，我拔这个了啊，然后你再插吧。我开一间呗，还真能给你凑合。那箱子先放这儿了啊。 嗯，挺饿呀。嗯，那个，楼下说没房了。嗯。咋的了？没咋，有点困了。 困了，那你睡觉去吧。嗯，那你怎么办？